唉，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。搞笑那傻逼来的，我操！被我们打多了呗。200多分啊！哼，算毛！才200多分，就在那里敢跟我们叫板，搞笑！立马的他都洗我操！哎呦，哎，这他妈坤了，尴尬！个渣逼！踹他，踹他，一踹，哎，哎，哎，踹他，踹他，哎呀！我还想说，咱俩要不一起，然后这边又踹人呢，一人一脚，肯定死了，是不是？我他妈疯狂连杀，16-1，哎，还在这里连杀，我操！哇，我他妈有毒啊！我靠，搞他！哎呀，还在，我还在继续。哎，我把你连杀打断了，等一下，我操！真被你给打断了！我操，不会吧？好几，好多的。哎呦喂！没事，继续发挥。哎，没有，我他妈刚才卡了。要来吧，守着吧，这个的，到时候咱俩一起踹人去。哎呀，宝贝操啊，我操！哎，你看，把你报仇了，我操！哎呦，把酒馆毁死了！妈的，又是卡狗！你反攻下埃及。哎呦喂、哎，后面还有呢！操！第二名真的是卡狗埃及，我操！妈的，哎，还刷不过我。三星兵团人，哎呦喂、哎，我的连杀又被打断了。我是被你打断的，我要是能搞你，老早就把你给搞死了。我操，可笑死我了！我到时候回去数一下有多少个。还是改不了他们的一些轻机的狗属性毛病。
不是又是硬刚，谁防硬刚？哎呦我操！看到另外一个。哎呦！哎，我操！哎，我操！躲都躲不了。我就想你要拍我，他们没看名字了。看我这风骚的属性，风骚的套装你就知道了。我跟你讲，以后更好呢。是喽，也不好人啊。你觉得会有很多人傻的去买那角色吗？就你。是喽，就我这个傻子。六杀六杀，再来几个人，再来几个人，我操，没人了。我哎，我操，我看到你了。有没有？有哎呦哎，我的棉杀，脚我的棉杀，你陪我啊！哎，三两抵消了我。哎，我操！你现在又欠我了。这个，我操！快笑死了！看你那白白的风骚的衣服，真的是哪里白了？你不白，难道还我白？我就哎呦哎，在你后面死掉了，去跑到你前面来了，妈的这硬装，但是你早我都没去遇到他了。陪我连杀，你他妈陪我连杀！哎呦我操，跟这么近干嘛？我操！哎，给他一脚，给他一脚，我踹倒了。屁，九十！你怎么死的呢？九十啊，你没踹倒？嗯、啊，我踹倒了，没伤害的。我呢？他妈也不会跟我说一声的。我没看、啊。不能信，他妈的打死都不能信。我真心的没有看啊，兄弟。不听，然后这就是他妈，我哎，我给你躲了，你他妈又没躲开。我还往你那边、转呢、啊，我操，快笑死我了。犯贱，我个犯贱，不是。我是说，你，我不知道怎么讲呢。别，我没有去躲。别解释了，